怕恶人的言辞，因为他站立在坚固的磐石上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种、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今天我们在教会纪念圣伊人，或是圣伊勒内，他是早期教会的第二世纪的主教，也是殉道者。后来他做了今天的法国里昂的主教，他对教会的贡献非常大，特别是教会那时候遇到一些异端的问题，然后圣伊人他勇敢地驳斥这些谬论。今年我们的教宗圣方济宣布他也是教会的圣师，就是教会的老师。我们求他为我们现在的教会转达天主。各位教友，现在我们大家认罪，虔诚地参与圣道礼仪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罪，我的重罪，为此恳请终身童真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门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你曾是殉道圣者伊人主教，勇敢维护真道，巩固了教会的和平。求你因他的转求，使我们借信的与爱的，总是生活的革新，致力于促进彼此间的团结与和睦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。阿门。恭读亚茅斯先知书。以色列子民啊，你们要听从上主告诉你们的话，就是向那从埃及国被我领出来的全体人民所说的话。我从世界上各民族中只拣选了你们，因此我必惩罚你们的罪恶。二人如果不同意，怎能同行？狮子没有发现猎物，怎能在森林中咆哮？幼狮没有捕到食物，怎能在洞中吼叫？飞鸟没有食物引诱，怎能落在地上？捕鸟机若无所获，怎能从地上翻起？在城中响起警报，人们会不恐怖吗？城里发生灾祸，不是上主的旨意吗？的确，我主上主若不先将自己的计划启示给先知，便什么也不做。狮子咆哮时，谁不害怕？我主上主发言，谁能不传达他的话呢？我消灭了你们，像天主消灭了索多玛和哈摩拉。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木柴，但
你们还是不归向我。上主这样说。因此，以色列人啊，我必要这样对待你们。以色列人啊，因为我要这样对待你们，快准备迎接你们的天主吧。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上主，求你引导我遵循你的正义。上主，求你引导我遵循你的正义。你不是喜爱罪恶的天主，恶人不能与你同住，傲慢的人不能在你面前站立。上主，求你引导我遵循你的正义。作恶的人，你必厌恶痛恨；说谎不实的人，你必予以消除；奸诈好杀的人，上主一律厌恶。上主，求你引导我遵循你的正义。我能进入你的圣殿，全靠你丰厚的慈爱。我满怀敬畏之情，向你的圣所俯首叩拜。上主，求你引导我遵循你的正义。唱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唱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唱哈利路亚，唱哈利路亚，唱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我的心灵期待上主，期待上主的诺言。唱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唱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唱哈利路亚，唱哈利路亚，唱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愿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马窦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耶稣上了船，他的门徒跟随着他。忽然海里风浪大作，甚至那船为大浪所掩盖，耶稣却睡着了。他们就过去唤醒他说：主啊，救命啊，我们要淹死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：小信德的人啊，你们为什么害怕？他就起来呵斥风和海，立刻就风平浪静了。那些人惊讶说：这是什么人呢？连风和海也听从他。上主的圣言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祈祷来教会参加教会的礼仪等等，我们这样的动作应该有一个效果，当然不是一天就会让我们完全改变，有时候需要很长的时间。那我们要怎么改变呢？怎么改善呢？我们就是要学习耶稣的态度，就像我们要好像要戴耶稣戴的眼镜，然后透过耶稣的眼镜看世界。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福音发生什么事。有一次耶稣和他的门徒坐船，然后突然
风浪大作，门徒非常害怕。可是那时候耶稣睡着了。耶稣的态度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。耶稣那时候不太担心风浪大作这个问题。耶稣觉得不这么重要。那对耶稣来说，那时候最重要的 是什么？那时候耶稣担心的是什么呢？是门徒的信的这个问题。今天耶稣也很担心我们的信的。也许耶稣不会担心其他的问题，我们自己认为非常大的问题，我们遇到的经济方面的困难，其他的物质方面的困难，耶稣看到这些困难可能一样会睡着了。可是耶稣一直担心我们的信仰的问题，希望我们也会提醒自己，最重要的，在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信仰，其他的是次要的。我想我们可以每天这样提醒自己，这样我们也会越来越像似耶稣，我们也会好像变成耶稣一样。今天我们特别求天主坚强我们的信的。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，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，帮助福音的传播。主，愿你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，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。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现给你，为光荣你的圣名，并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，终身侍奉你。主，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，也求你生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及一切恩人，生于教会首长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，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配赐我们深深的恩宠，求你把分施吸烟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，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。阿们。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。阿们。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。阿们。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。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主，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坚弃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，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。
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祈求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让我们效法今天的圣人、圣仪人的信仰，他为了耶稣牺牲他的性命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亲爱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、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圣道里里程，我们去传播福音吧。感谢天主。直到我回家。